经常民众单日交付物是属于泡棉，属于不可回收物质。为当下车辆慢驶中同仁来不及归还竟将物品抛放给民众这个行为确实不妥。那已经加强同仁的教育训练。那以后如果遇到相关的回收疑义应妥为处置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如果民众无法辨别物品是否可以回收，可以上网搜寻回收物品一查通做一个简易的查询。如果仍搜寻不到，可以拨打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环保局咨询电话02-2953-211，找分机4015或4021询问。三立新闻网，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人生惊叹号，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即时新闻不漏接。